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黎麦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Morris，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如何组装机器。机器主电源线连接，这是主电源线，连接机器220伏 AC。这侧连接插板，连接水冷，进口跟出口，红色出水，连接水冷机的进水，机器的进水连接水冷的出水，连接水冷电源，连接水冷电源，水冷连接完成后打开水冷电源，开启的状态。请注意，用水的线，用水量，加水量要高于绿色。启动管 ，Air Flow 吹气口，然后连接气动电源。连接吸速风扇，连接机器，连接吸速，下一步连接吸速电源，连接地线，连接完毕之后开始连接电路，有三个孔。